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影子，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是个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好，谢谢三位哈。刚才那样一个作品，仿佛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到了校园生活，就像我们经典有机奶一样，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啊！这也是我们经典天赐的声音第一次迎来一组里面有三位飞行合伙人。
这个表演我很喜欢很喜欢，从头到尾让我牵着那个心啊，我一直很忐忑，忐忑的原因是你们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会跟着你们的剧情所紧张，但是我有点没有看懂一点，就是王博文你为什么一直是一个人，然后他们两个为什么是一直是一对小情侣的样子，你是什么角色？就因为我不配。好酸啊。因为我们组队了之后我就问了他们年龄，他们都是00的，然后我是94年的，我是90后，可能看不上我也有关系吧，就是老了。所以王博文你是一个暗恋的对象。对对对，就是他就是我的那个追逐的那束光。首先我觉得王博文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从你的气息到音准包括你的嗓音，让我们对整首歌抱有着非常大的一个期待。然后呢段奥娟啊，声音还是依然的好听，然后唱歌还是那么的自然。然后周琦的话，我觉得在三个人的表演里面然后属于中规中矩。周琦是演员对对对对对。那今天怎么会想到来这个舞台？因为最近一直在家里这个上网课，每天都是连轴转连轴转，然后上课上课上课，然后就想来过个放个周末的假，然后呢来尝试在舞台上唱歌的感觉是什么样。这边倒是对博文还挺惊喜的，我看你之前其实不是专业学唱歌的。对，我是打乒乓球的专业，从6岁开始打，然后呢获得过全国少年13次的全国冠军，然后是一名国家一级运动员。哇，他跟乒乓球男团的队长马龙啊上下铺，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刘国梁主教练说你既然来了你就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你的事业，然后你必须痴迷于这项运动，就每天做梦梦到自己得世界冠军，给自己打醒的那种状态。然后就问你们每个人做梦都梦的什么，我说发片，跟音乐有关，对，出道了，唱歌了。嗯，就虽然乒乓球也带给我很多，但是好像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特别渴望唱歌，就唱歌的舞台太少了，所以有这样的舞台我就疯狂的跑来，可能刚才有点情绪激动，有点正手爆冲的感觉。对，正手攻击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是好的，因为你们本身那个舞台表演你其实想要借由某种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嘛，因为我喜欢看到一些不是完全在框框内的，当你有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应该顺着情绪去发挥去表达这样。我是很喜欢找段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没有太多的污染的声音，我觉得好漂亮哦。那是否会担心现在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知道你好像想要走 solo， 是不是？可能还差很多火候吧，因为我就是可能团里的舞台就觉得有安全感，对不对？对，很有安全感，因为大家都是那么多人在身边，然后在这样的舞台的时候会没有自信。最开始我彩排的时候我唱歌都就不敢唱出来，然后就很畏畏缩缩的。对，其实我觉得 solo 真正要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必须得立马就有一种自信的一个感觉，因为舞台的经验必须得是时间的累积下来的一个成果。00后我觉得真的是听到他们青涩的一个感觉，太青涩了。当然青涩没什么不好，青涩有青涩的美，就像一个梅子青梅的时候它有它的味道，甚至泡到酒里面去它有不同的味道，所以时间会让我们改变，享受现在的青涩。三位好年轻啊，我觉得你们误解了青涩，他们说的青涩不是说你们年轻那个青涩，而说你们的表演不成熟。我觉得两位男生找的都不是很准确，完全没找准应该用怎样的声音去表达。其实说到音色，我觉得音色最好的是段奥娟，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听到你一些不那么顺拐的声音，如果带一点点的野性你可以更有魅力，你的表达会更加的能打动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位年轻的歌手都应该找到更合适自己的表演方式，
而不是一味的在自己的安全区，自己以为的哦，这样表达是不是就足够好了的那个范围内，好吗？好的了，谢老师。老师，王博文，刚刚老师们说你刚开始很有代入感，就是如果我没有仔细看这个歌词，我会觉得你刚开始的头开得不错。但是当我看完这个歌词以后，我觉得你的情绪有一点点偏差，你让我听到这首歌感觉是一个特别伤感的，就已经落入谷底的，就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一种状态。你的声音很抖，然后情绪非常的浓烈，但是我再一看歌词，这不是应该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期待想要去追求梦想的一个感觉吗？我跟薇姐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啊。刚刚追光者的这个歌词，如果我们从原唱的情境来说的话，确实它是比较温暖励志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改编的版本，然后呢，王博文扮演的他确实是一个始终得不到段奥娟的一个很伤心的一个男生，他年纪又大，然后他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他真的内心非常的伤感。但是他上来就剧透了，他第一句话感觉已经结束了，你懂吗？就已经失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还蛮好的，尤其是他们三个站在一起的时候，又要去表演那个情境，又要去想那个和声，还要想传达那个情绪，对于三位比较年轻的歌者来讲其实是比较难的。而且我感觉他们好像在爱情方面还比较懵懂的感觉，特别是大娟，就是我觉得这种美好的那种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感觉也特别好，因为这是属于你这个年纪很珍贵的一个情绪，如果一上来三个人就能够马上进入角色，我会有一点害怕。我觉得青春是有很多遗憾和一些粗糙感的。接下来你们要选择我们的音乐合伙人老师，你们要选择的老师是朱友鹏老师。朱友鹏哥，他们三个人选择的是您。越来越难了，以前是二选一，现在要三选一啊。对，让我思考一下。我想我大概心里有答案了，三个都是非常爱音乐的人，而且之前都下过很大的苦功。